比如说像这边各位可以看到，有同学这边就有 email 信箱，然后他做完之后呢，就会假设我把它点两下，这个是我的账号，我用我自己的账号把这个，假设这个是同学寄给我，把它点两下，我就可以开启。那开起来的话，以前呢必须要装那个这个必须要装那个你的 AutoCAD 才可以开启。那现在的话呢，只要网络版就是说呢不需要这个安装 AutoCAD 也可以开启。那开起来的话，好像这边就可以直接按开启，然后我的My Draw 或者是你可以 upload， 就是说呢，这个第一个选项就是可以上载你的这个档案，你可以把它载，就是说呢上传到你的这个账号里面去。那特别注意就是还是要先注册一个账号，只要你有个 email 信箱就可以注册一个什么呢，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一个网络版。那你上传之后的结果都会放在这个，应该是这个 My Drawings 就是我的这个绘图里面，好 My Drawings My Drawings 那这边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点下去，这个就是我上传的。那里面呢比较差别的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在图档上面就不会有一个有秀出一个字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叫 shared， 这个所谓 shared 这个其实我之前没事也不知道，原来这个是同学寄给我的，比如说同学画好之后寄给我的，有没有？这个上面就是 share 的。那很神奇的，有一那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嘛，上完课隔一两天嘛，就有同学他真的就寄一个档案给我，然后呢，他问我一些问题，那我就把它打开来，他刚好也在线上，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呢，居然他在画图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在画图，而且我也可以去动那个图。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今天呢要画一个图给别人看，我直接就画，他就看得到，很神奇，同步的哦。我不知道有这个功能。之后呢，我们两个要交谈，它里面居然有个交谈的功能，就是像 MSN 一样，我们两个可以对谈。也就是说，我可以在上面打字，他看得到，那我们两个可以知道。比如说，假设说我今天设计师，他是客户，那我就可以直接在线上跟他讲说，这个图要怎么改。那马上就可以改出他要的样子，那实在太神奇了，没有用就不知道，用了之后才发现，有这个功能，太神奇了。当然目前他还没有提供不好，也没有一个那个麦克风的一个形状，如果有的话，甚至是不是可以直接在网页上面可以对谈比如说呢，他有麦克风有喇叭，那我也有的话，我们两个就可以直接线上交谈，这个图要怎么画这边帮我加一个，假设我今天做室内设计这个地方我要再开一个窗户，开一个门在哪里，然后我告诉你，你帮我开，他马上画给他看，哇，那简直就不需要面对面就可以把那个图画出来，不需要像以前一定要约一个地方见面，然后要有个电脑弄不可，然后再直接交谈，直接线上马上修改改完之后呢确认这是你要的吗，好 OK 我们把它存档，那我就照这个图来施工你会发现哇，这个网络版实在是太神奇了，主要就是利用这个所谓 share 的功能，share 功能，而且我发现说它这个功能好像还在进步啦，目前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这边这个是同学寄给我的嘛，这上面有个 share 的，也就是说他分享给我的分享给我的，那我把它开起来之后的话，他就会去把这一张图载入进来，那如果说他现在还在线上的话，他动这一张图，我就可以看到他现在正在修改那当然相关的功能大同小异，你会发现上面的这些功能都有，比如说像这个什么移动啦或者是旋转啦这个是比例，还有这个什么呢近色 copy 复制，其实你有的时候不懂又没关系，你看得懂那个图你就大概会知道怎么使用了，它的这个图示都一样那当然但同学比较希望，如果说英文不好的同学希望说能够出中文版不过这个中文版目前那也没有听说会有中文版，不过将来会不会有中文版的也很难说，也许这个我们使用人口比较多之后，它或许会出一个中文版，那直接连线上去呢，这个上面的界面呢都是中文的这也不无可能那其他的话相关的功能好像你都可以点来玩玩看试试看，那甚至呢你也可以在上面直接画图，我也试着在上面画图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同学寄给我的这个图有比如说完成档，
那他如果要缴交给我的话，又可以用这个方式。这个是之前我教的一个班哦，我总共教了56个图，那他寄给我的这个图档，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之前给各位这个图档。那画完之后的话呢，直接就寄给我，那我就可以直接在线上可以看得到。那假如说哈，你也可以试试看说，如果用网络版哈来画出这些图，到底有没有可能呢？如果都可以画得出来的话，那以后说真的，你到时候就直接用网络版来画就好了。不过目前看起来就是说，它有一些功能哈，似乎还不是很完整。比如说像我今天呢，假设我要画这个图好了。这个地方当然就没有像那个 OK 里面功能那么详尽了，比如说要画一个弧嘛，对不对？你第一个就想画弧在哪里呢？啊，这边有没有弧度在这里，对吧？那你就可以画一个弧嘛，这边有一个啊，你看图大概也知道，那画弧它有几种嘛？有三点画一个弧，另外的话呢，有一个是起点、终点还有长度。如果你有个起点，有个终点，有个长度，另外的话是连续 ，continue 连续，那这个好像比较难，它没有一个起点、终点、方向。如果有的话，我就可以画。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用什么？用圆来画。画一个圆之后呢，然后再把不需要的部分裁掉也可以啊。比如说我今天画一个圆嘛，那它的长度我记得是多少？70×6吧，哈，第一个是70×6。那假设我今天画一个什么呢？70×6，那可不可以这样画呢？70×6 ，Enter， 啊，可以，有吗？第一个圆就出来。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一半的话，哦，这边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就是我可以画一条线，然后呢，把这边哈，找到它的四分点。不过我也试过了，它的四分点哈，比较麻烦，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四分点怎么让它出现？以往的话，你移到这里，四分点就出来了哈。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找个大概吗？那当然，如果说你知道四分点这个位置的话，当然就可以直接画一条线嘛哈，画一条水平线在这里，我知道这个有个正交线，正交就点这里，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啊。那再来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呢？在这个圆上面，你可以做什么呢？做一个修剪的话 ，edit 哈，这边有个这个修剪有没有 ？tr 就修剪嘛哈，修剪点下去之后呢，你再修剪这个你不要的线段 ，select object， 我记得是可以把它修剪。先选一个，记得先选一个，选这个范围再按 TR， switch， 那件事是 OK 的，就是可以把它修剪掉你不要的部分，这个可以修剪，再试试看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功能还是没有很完善，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修改，但是呢，如果说你要做一些进一步的功能，你还是觉得说有点憋手憋脚的，所以这部分的话你们可以试试看。再来就是说可以尝试，第一个先在这里先建一个账号，建一个账号的方式，第一个就是说呢，可以先进到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它会有一个登录的一个账号。接下来来大概讲一下，如果说你已经有账号，当然就直接输入 email 跟 password 就可以进去。那假如说你今天呢还没有一个账号的话，怎么样申请一个这个 AutoCAD WS 网络版的一个账号？其实说可以从这边create account 就是说新增一个账户直接从这边进来之后呢，接下来当然你就最重要有几个地方你要一定要有 email 信箱你就输入 email 信箱。当然呢，我已经申请过就不能再申请，不过还好我有好几个账号，再想想看我还有哪一个账号这个大概应该有10个以上的账号吧密码全部设一样吧，我头脑比较大一点嘛，你没有发现嘛然后名称的话你就随便输入一个 name 反正就输入
XXYY password， 随便给他一个 password。其实我也是用懒人法啦，反正每个账号呢都用同样的规则或者同样的逻辑就记起来了。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以前想过一个方式，账号哈，账号是由左到右，密码就由右到左，不就是密码？哦，但是我不是用这个逻辑，哦，我说建议你们可以用这个逻辑啦，哦，你也不要去尝试说，哎，老师啊，老师，那我知道你的密码了，哦，不用，因为没有，因为这个方式我只会教别人用，我自己不会这样用，哦，所以你们以后可以试用，那我以后就会试试看你是不是用这个密码。就被别人闯进去的，所以说你要记得你的逻辑。不然有的人，哦，每次都是申请个账号之后他就忘记密码了，然后呢还跑来问我说，老师有没有方法，哦，可以知道他的密码。我说太难了，哦，你重新申请一个比较快。为什么？因为那个密码是你一定要记得的。那怎么记得，哦，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好了，因为像我们是每天在用的，所以应该不会忘记。那有的人是一个礼拜用一次或一个月用一次的话，那很容易忘记，不然就把它写在一个地方。再不然你用简单一点逻辑啦，用什么什么什么你一定记得起来的，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哦，你就打勾嘛，他问你两个问题，哦，你要不要同意，哦，这个叫什么 Terms of 这个 use，哦，当然一定打勾了，哦，反正不管什么问题，哦，那 join the AutoCAD WS 什么 mailing 哈，哦，list，哦，要不要加入到那个你那个他的 email 的 list？ 就是到时候他可能寄东西给你了，看你要不要。要的话你就打勾哈，哦。当然，如果说你要学习，我建议你可以把它打勾好了。反正收到这个应该也不算是太多热色。那会出现假设是绿色的话，表示说呢你已经成功了，哦，加入进来。那加入进来之后呢，将来你就可以直接怎么样呢？从这边，哦，上传你的作业，也就是以后，哦，我看以后缴交作业，哦，你们就用这个方式交给我好了。那每一次上课呢，你就试着把档案上传上去，因为我说这个功能这个网络版，哦，将来一定会变成大家共用的平台，因为实在太好用了，这一定会马上已经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以前最麻烦就是说我档案丢给人家，人家没办法开，现在不会了。而且呢，我刚刚讲到有一个最新的功能，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两个线上，哦，要互相看图，你就可以利用什么呢？利用我传一个档给你，他可以在上面秀，另外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哎，你看到没有，哦，看到了，然后呢要改什么标注什么改什么马上可以改，甚至你如果没有电话也可以直接在线上交谈，哦，上次我就有一个同学就好像也蛮晚的吧，11、12点的样子，还在线上。他主要没有一个，我习惯就是说，我在电脑前面，我就会开信箱，一开起来，哎，我发现灵异现象，为什么我没有动图呢？居然会一直在那边改，在那边动来动去。后来我才发现，哎，对方呢也 send 了一个讯息给我，哦，开始，哦，我才知道原来是他有这些功能，哦，所以没有用都不知道。好，那这里的话，我想第一个，哦，你们先试着看看。如果假设没有 AutoCAD 的这个账号的话，那你就在这边注册一个。那假如已经有的话，你就把一些你以前画过的图档试着先传到这边来。那传上来之后呢，用什么方式呢？ Upload file。假设你有一些图档，你就直接在这边，像我们之前做过的图档，你就先把它放在这里。看一下我的上课资料里面有一些之前做过的图档啊。AutoCAD，假设说我这边有一些图档，啊，这些图档好了，假设我要 upload 上去，我就选取两个好了，看有几个就选几个。那你会发现呢，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直接有没有 upload 上去。那现在呢，哦，它现在还在，啊，你会发现它很聪明，自己就在背后传。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传完毕啊？最后这边怕说我们这边有档，哦，你们传传看好了，哦，理论上就是如果传完毕之后呢，在那个 drawing 里面，哦，就会看到有图档出现了，哦，在这边会出现你的图档，哦，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那网址的话，哦，记一下，就是 www.autocad
后面加一个 WS， 哦，然后点 com， 哦，这里，好吧，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也就是第一个呢，先假设你有账号就是直接登录，然后传上一些档案上去哦。然后如果说没有账号的同学哦，先注册一个哦，试试看，哎，已经传上去哦。哎，刚刚那个部分已经传上去，可能是刚刚那个网路流量哦比较不稳定，已经传一个上去了。